文野鬼就是游荡式跑法，就是可能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，懂那概念吗？旅游的话，高目光一嘛，对啊，当然四二零九七。老板，我要跟你讲，这六天八算行程，我会讲一年，我讲不完。我要踢脚的，对，两位。你这一生中很难得六天都待在华。但是你都没有理，你的赖都没有鸟我。我的赖从来都没有鸟我。可是我找不到你的，找不到你的。有啊，我有命。啊，你没有按单吗？你也是高目光。不是我的本名啊，那是我的本名。我要看你有没有搞，还是加五运送上给你？对啊，你要加五运。一百一十零八月十三号，然后瑞邦到了呢，19:22出发的是14:09哦，请问杨先生好，桃园。欢迎500行程喽。对啦，用583加上用515啊，全都。拜拜，我的用583用515全都在瑞邦，瑞邦站东过了。牙刷快踢笑了。2469北回香港花莲了。底下三天行就要变成很强哦。啊，刚才那台是一吗？刚才那台是31吧？对吧？31是那个普悠玛。我下面干嘛？大门都丢我们到底方面的那吧？